这一只餐厅，这都三五，一只。苹果，那门主这只来当吃哦。我先跟你讲的不便宜哦，无俗啊，我先讲的哦。来，这一只七到三五，上啊三五加三五的。七八。那门主，这老些啊，喜欢老些。我把这根钢笔叫上大只，特大号，遐尼快哦。来，我来讲。我若卖七八无半，会要买啊？卖六百五啊，五百啦。你要食冰冻，一口价新价钱五百啦，五百块。这名用这切切落当食啊，退冰切一切就可以吃了，这都是熟的。这个是海山大围路用一个冰箱哦，边啊两个土啊冰箱的，很贵，半克偌廿一只，切切落一只三啊五只。当然，伊会甲你摆到水当当啊。这种食免七八，连煮都免煮啊，摕一个刀啊。你摕一个比这个更加细支的刀啊，当个切切的好啊，就可以吃了。五味酱、瓦萨比、白醋，来我来讲，卖卖七八、卖六八、五八，上面只五百，有人要食高档的无？够人要食高档的五百块，五百有人要食无半的，惊到五百惊到，卖惊啦，这个物件贵啊！我跟你讲啊，我加一只送你啊，好不？我嘛请你吼，你上出来，至少我嘛不爱再等你。来五百上面只五百。一只冰棍百七块，全台湾你食两百的，你拢切袂到一只冰泉套餐啊！细只我唔敢讲，大只一只百七，你绝对切无。五百上面只冰棍，有人要食冰泉的无五百？啊，这我跟你讲哦，今仔日我足感谢恁这个人过来，甲我买到春节，我变来赚足济来。我来讲啊，今仔日我表示我上大最大的诚意啊！一只算我免钱请你吃，我一只卖你一百二十五块，你要做咩啊？来，先给钱，五百块啊，五百块。头前者。钱过来啊！真正唔捌咧卖啊，我拢卖三只五百来啊。后尾啊，今日来啊，五百块，一只剩一百二十五，破大号啊！破地价啊，五百。嘉欣，你今日冰泉炸鸡收了吗？来，你全部有客钱，有买物件，人家你甲我听好。当然你若找六点，千万莫来甲我出价。阿姐啊，这只，这只免钱。这只免钱，莫搞我出价哦，拜托个，我真正是要休困的原因哦。我这只要送你，你若买会着，客单还还我。若买会着，客单还我，无要紧啦，五百块客钱啊，五百块啊，哪有客怪啊？大只后你啊，是好爽啊，大只啊，大只啊。来五百，最后要坐咧上尾啊。买买重要，真正你会好个啊。再点一下，我来报落。五百块买来哦，冰桶啊。这几个？来啊，这三个吼，这一个五千的，互你超少。这啊，开钱的。这啊，搁一个五百无啊。来掏钱啊，准备会使无？对啊。来准备掏钱。三个，我这边三个。我三个。哎，恁够有人加一只，帮我算一下，恁娘恁妹再减一只。帮我算一下啦，看有六只无啦？恁妹再减一只呀。有。给他，给他。有。恁妹是讲来减一只啊？来包过。大家嘛，你这个集中就干杯了，这。这话十杯啊，干杯哦，干杯。啊。哎，你们吃牛排无？来啊，这箱牛排我卖卖哦。是啊。是啊，这箱话了了的啊。你人要吃牛排无？哎，你看那牛排够无？有人要吃牛排无？伊这叫即食牛排啊，这熟个啊，这免煮啊，这好香。黑胡椒菲力即食牛排，黑胡椒最新产品。这我好一克牛排，甲你加些面，加些啊，拢好啊，就两百九啊。即食牛排啦，这到八块顶下卡，八块，唔是到七块、八块、九块拢伫遐走。七八九块牛肉，未香未香，加面加拢就好啊。两包要到七百块的物件，即食牛排菲力的哦。唔免让你开七百，卖六百，唔免啦。内面食即食菲力牛排，五百上面食，有内面食牛排无？五百到内面食牛排。欸，美女，现在几点了？十点。十点哦。大刚就是十点，十点半。欸，多谢谢啊，美女，谢谢你们支持，每个礼拜六都在这里，感谢你。我跟你讲哦，嘿，我跟你讲一句恭喜。是哪讲恭喜？恁在就留伊只，这表我给恁绝对赚着，钱起要紧的哦。我要求一点就好啊，恁莫甲我出价就好啊，点点买点的就好啊，好食莫来甲我出价，我要爱就安尼尔。台下感觉有，注意听，注意听，三包，注意听。我你怎讲？我真正这世人唔好来卖过，注意听。三包即食牛排，我若无了钱，规大袋送你，四包，四包听好哦。你好吃，千万莫来搞出价哦！好吃不要出价，我买来就这单纯，这简单。
金融三四五六个，我花的你也无给钱，我就死啊！无甲你高价，无甲你拜托，绝对了钱哦！你一瓶三个，四包装起，三百好，你遐三百好起来，好起来，三百好，三百好。我来讲啊，这一包成本要到九十块啊，一包啊，我真正了钱哦，你个啊，一包我拢卖一百块，这成本要到九十块，我无你赚啊！一边我了零，感谢你支持，感谢你支持到今嘛，过亿了零。你会当看我影片，大家拢一包一百块。阿姐，迄个阿爸是啥物物件？迄内底是有底钱哦，迄是啥物？底钱耶！来五百，其他出一个五百。恁卖着恁赚着吗？我无甲你好笑的，你们赚到了。恁真正赚着啊？来，过来嘛。切五百。五百。哎，恁这人家辛苦，我有一百块。那一百块给啦，我看到一千我就讨厌啦，我刚才看到一千我就讨厌啦，一百块啦，一百块啦，几个拢无要紧，一百块啦，四包四块啊，你四包四块拢免带，几个拢无要紧，几个拢无要紧，你手机啊短短，几个拢全部拢话，你刚看到，看到钱我就都袂介意啊，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人去，遐全部包八分钟起啊，一个要搁花三人来哦，一个起啊嘛给啦，变变啦，袂起啊好啦，起啊。八个啊，加音。还够菜鸟贵无？足早了无？我有迄个什么，你若不爱食，迄个什么，迄个味浓的板条，你好食嘞，真正。上下这个你炒了，我思考下，我想一个办法。恁娘，我够有排骨嘞，恁要食排骨无？我袂记我够有摕迄个香蒜排骨嘞。这家什么有农产无？这只三千几块好啉啊，三千块尔，无足济啊。有人要食这金嘛无？不要讲，绝对不要出去。不要讲啊，我有信心嘛。有人要食这只金嘛无？我是来讲，这是进口的哦。这只伊的正名叫蓝永蟹、蓝花蟹，这只不是要吃软，嘛不是要吃筋，嘛不是要吃骨，这只要吃肉，剁对盘落去炒，然后这只你用吹姜丝、蒜头、米酒，凊彩你吹乌白吹、乌白甜、乌白好吃。餐厅一只吹起来350，这三只吹起来将近1000块，唔免1000，唔免800，你要吃蓝永蟹一口价500啦，500块。来上面吃蓝永蟹500块。一个你去看那个到底鱼是什么啊？这是人家老爷是啥物？那是内底底啥底钱啊？底啥啦？那底钱捡当个啦，那无底摕走啦。啊，这话因讲吼，今仔你要食这只蓝龙蟹，人家500，上面是500块。这你若有大同订过，人家上下面顶悬甲切两片，起码甲迄个规只甲吹吹，细细吹吹落去食。500，人要食偌大？好久不见了。收下，500人要吃哦，500块。我这只冻到规拢破的，迄就是箱安尼冻安尼冻，冻到规个脚你甲看拢冻的，你看。500人要吃蓝龙蟹无？500块。是的，这箱会当平。是的，这箱会当平无？有啊。这只够哩，500块来，500块上面吃蓝龙蟹。脚拢冻，脚拢冻的，你看，来500上面吃500块，这不是阮故意要甲用的冻呢？因为是摸回时，那嘛入袂，规脚规啊入袂，啊，伫遐冻安尼，一直遐冻啊，船啊咧冻啊，冻到那么破的。迄落几啊是？嘿啦，迄脚拢许冻破，迄你甲讲安那，甲讲拢袂听啦，伊那个高速度，迄后当时啊，大大摸拖咧一直浪味哦。来500上面吃500啊！恁注意听啊！恁钱也加啊紧的哦，你唔好恁要吹着了银库底啊，恁免银啊，我袂了啊。我若这个窟窿放我慢慢，就是我要了钱的啊，钱加啊紧的啊。这表哦，这表要恁欢喜啊。啊，这边有。等下，姐，等下，卖个收啊，卖个收啊。钱加啊紧的啊，我若故意速度放慢，就是要恁爽啊。等下就是要恁钱加袂离啊。一只袂甜，吹了一只袂甜。后礼拜用一个塑胶袋包来只，几只钱摕过。金龙山四个，一瓶四个，规盘菜，上先给钱先赢，300好，来300好了。